脚，他一顿修脚就给修死了。他妈的，完了就是给你修脚了。好恶心的修脚师傅，玩个飞盘打不住，飞盘打不住这个修脚，有什么武器打修脚的吗？这修脚打不住。玩个喷火兵吧。Identify yourself. Come on, where are you? 操，又给老子修死了。不是吧，这伤害！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。这尖炮里面不好用的。哎呦，再捡。尖炮瞄个一千年打不死个人。瞄不中人。哦，烧的爽。哦，直接火烤。不要再修脚啦！妈的，妈的，给我修死了！给我修脚了。挖石，全都着火了，全都要烧死。谁是加特林大哥？跟着我加特林大哥了。我啥都看不见，被火烧死。我靠，一闪客，直接被烧死了。丢脸丢大了。哎，终于被兄弟刮到一下了吧？妈操！牛娃，没想到呗。刚没能量，打光了，跑回去吐了。你也来了是吗？我他妈又来个在屁股上，我没看到。这红色世界，红色是看异形的。不是，他是那个哦，不用，现在那个生化人的红色，那个红色，那个是仿的终结者那个终结者那个视角。这一发跳皮，好帅啊！哎呦！掏不出武器，掏半天掏错了。来集合。飞出我的滑，我的滑，啥看不见了？生化人要开红色吗？难道啥都看不见？被喷的一脸都是。哎呦！直接爆头，这个飞镖太强！烧烤师傅，这是烤的啥呀？都看不见了。你是铁在烧的吗？完了，捡不到了，我操！这是叫碳烤异形吗？看都看不见路，我简直是光污染，这个光污染，别烧我，光污染，碳烤异形，太香了！铁血这么耐烧吗？哎，你没烧到吗？哎，铁血，血，妈的，这飞镖卡在墙上，必须得跳到跟他同等的高度才行。好他妈憨啊！你那个是忍者那个手里剑，他的手里剑收不回来的。
飞盘带的火一起回到了我的手里。火焰手里剑。手里剑。我刚好换个。我什么看都看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妈逼，那个异形是不是在蹲人啊？看不到他。先把人。好，不要了。你是不是开了人类视觉以后看不到我？我一个穿着人类的那个衣服。红色看到了，习惯了。别选了狙，让我来收割你，不要跑！哎呦我操！我来收割你，不要跑！我杀死了，这太打死了。不，我直接跳火圈了，就是那么。我又杀死了我自己，这每次跟人同归于尽，对不对？你敢过来呗？所以你们是选那个穿黄万湖的人，隔热光的人。哎呦！哎。狙击手这么好用，狙击手不是能放雷吗？狙击手有雷，有雷呀、啊，有个。还是火箭筒好用。哇，火箭筒真的是。对，摔地上一枪打到。好枪法。有个爬地上，我怎么一直没看到？刚才那谁没动那个异形？就是刚开始动。两次只有什么线？这就很 nice 了呀！我的飞镖回来和飞出去都关你两下了。I'll find you. Come on, where are you? 快点骂，看见没有骂？这击倒是不是有什么讲究？打什么？这个老板雷子是从什么按键？哦，老板，居然掏飞机了！哦。异形我也来了，秘术。他那个护甲不能自动回是吗？那怎么让他呢？不能自动回的。他不打烂不就完了吗？先打人类，先打人类。为什么要先打？就打。先打人类。好了好了。为什么要先打我？我是无辜的。完了，又被打倒。这个我咋找不到那个设置里的那个技能按键是 TG。我差一点就死了，妈的，那就干掉了。一个尾巴就搞定了。这个火箭筒发射太慢了。完了，没丢出来了。两个尾巴搞定的事情。我们的teammate都杀到 badass 了。
定位太爽了，两个尾巴就搞定，搞定了。妈的，这飞盘好恶格里啊，半天没看到。我下把我要十个狙。